身佬28岁生日贴全家福，素颜素根寿星look抢晒镜。Anson Lau 今日28岁生日，他今日凌晨在 IG 上载了同家人的全家福，相里面他捧住插有28蜡烛的生日蛋糕，素颜上阵冇剃须，神情略带疲累，相信是忙了一整天之后，啱啱收工回家。教主生日，一众神徒好似往年一样，同佢举行咗连串嘅应援活动。除咗粉丝嘅爱戴 ，Mirror 兄弟 Jeremy、Eden 都有送上生日祝福。曾经合作过电影《过时过节》嘅毛姐毛舜筠，亦都系贴文祝阿仔生日快乐，认真温馨。65岁苗侨伟翻家国操拳，全受阿仔拍型爆 pose 照。啱啱喺上月18号65岁生日嘅三哥苗侨伟一直 keep fit 有度，除咗正常飲食又多做运动。去年佢个健身教练曾经将三哥做 gym 练拳嘅片段放上网，三哥认真练习，拳拳有力嘅表现获网民赞叹不已。在香港过完生日和完成了电影拍摄工作，三哥和三嫂戚美珍已经回加拿大和一对仔女团聚。他的健身教练再次在社交网分享三哥运动操拳的相，留言说今日第一练，拳法力量都好好。至于29岁的儿子苗俊，亦都在社交网分享和爸爸妈妈在高尔夫球场温馨的相片，还有一张他侧背住面向球场美景的相，留言透露正在赞叹这个景色好靓的时候，爸爸就拿出手机叫他坐低不要望镜，拍下了这张型仔照。